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站稳了，朋友，公司对决第四场终极对决。有请快乐家族。有请月华娱乐和颂传媒。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朋友。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亮相的时候已经大家感觉到那个阵势，有没有？小声点，这里还有天天向上的。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强的阵容，这边是和颂传媒的三位综艺助理官，欢迎。这边是天天兄弟和他的朋友们。这边是打边的首先月华娱乐。我们先请他们跟大家好好的打招呼好不好，从和颂先来好不好，来冰冰先来。我还需要介绍自己吗？我还需要介绍自己吗？哎呀，那这几十年不是白干了吗？我是李冰冰，很高兴来到大本营，又来了。大家好，欢迎冰冰，欢迎。大家好，我是张丽颖。欢迎。丽颖现在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现在正在播的《中餐厅》，另外一个是《有匪》。一博，他的搭档今天跟他是对手，在对面。我好期待啊，非常期待。好，下面是我们东东。大家好，我是陈学冬。哎，欢迎东东。最近跟嘉哥还有大小姐欣欣一起元气满满的哥哥，好，非常期待。下面到我们月华这边了。这不是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的杜华老师吗？杜华老师好。这不是我刚刚模仿完然后跟我有劲的杜华老师吗？他本人来了呢。哎呀，早知道我今天穿这一套了。大家好，我是杜华。杜华老师好。老师好。就是那个 vocal 也一般 ，dance 也一般的西西子啊。又来了，又来了，进步了，进步了。啊，我说实在啊，今天看到杜华这里，我还自己很。惊讶的，你为什么来？哎，好了，当场模仿。好，下面我们欢迎韩哥。好，大家好，我是韩哥。好，接下来是我们一博，欢迎一博。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兄弟王一博。我又来串门了。好，今天呢这个场上关系非常之复杂，现在我们先按下不表，那我们现在呢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综艺在校生强势出场。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八位先站到中间做自我介绍，谁先来？他们先吧。好，何颂先来好不好？来，他们让我们先，我们就先，你们先吧。哥，你们先，你们先。不是，我们先怕你们无地自容。哇！那这样吧，我来决定，就让月华先，因为他们非常非常认真的跟我预告过，说这个很炸。好，来，大家好，我们是月华娱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星纯。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宇轩。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子涵。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昊。哎，朋友们，你们。配好了吗？来吧。OK， 掌声可以收一收。来，一二三。培养爱豆哪家强？华华子带你来启航。欢迎来到哪？华华的世界。欢迎来到华华的世界。不敢相信，这什么？这是，哎呀，我觉得有点土，不能代表我们家的。很久，肯定黑了，黑了。哎，我想问一下华华子，你为什么来？我也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就被 Q 上来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这样的，不出很大的意外，何颂应该能赢，好不好？那应该是差不多的。也差不多是吧？好，准备。大家好，我们是。合颂传媒，我是戏龄十二年，梦里舞蹈戏龄也十二年的演员曹璐。我是二哥张馨予，然后我呢比较喜欢运动，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滑雪、冲浪、玩滑板。我是张天爱，你们可能对我的人还比较陌生，但是长沙这么热，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熟啦。我是小精灵周野，偶尔也会有人叫我魏姐，看起来凶凶的，但是我今天不会凶你们。三二一，走。合颂传媒怕过谁？马栏山我最赞，月华娱乐靠边站，靠边站。感觉比我们还要土味。酒醉的蝴蝶再次响起。又回到了华华的世界吗？哎呦，谁都逃不出华华的世界。两大公司年会一起开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虽然是两个公司的自我介绍，导演组还是稍微把把关，准备的这都是啥呀？今天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娜娜，你在两边的助力官当中都有你的闺蜜，对不对？这是我二弟嘛，大家都知道的，我邻居。啊，邻居，对。然后这边呢？这个就是网上一直谣传的，我跟。闺蜜，闺蜜，真的是，是不是、啊？对，我们是患过难的一起。我听说，其实你们很小就在一起，同穿一条裤子。那条裤子在家还没，一直都没洗。然后一博的感情也很复杂，因为今天一博是来为就是同门的这个来站台的嘛，对不对？可是呢，在合颂那边又有丽颖、馨予跟一博一起拍了《有匪》，也是认识的。这个东西就不好弄了。两个公司虽然都是好朋友，但是还是得干一下。我们首先来到华华的世界，好不好？华华，你先打个样。
杜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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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华。我觉得都是演员，好害怕呀。你们合宋，我觉得只有丽颖在好好拍戏。陈学冬拍的《小时代》压根就是一个 PPT， 压根就是一个 PPT， 压根就是一个 PPT。是什么背叛啊？这个快乐加油，多多加油！哎呀，我这儿有视频。你们家黄明昊说，就是因为这个 PPT， 他才有现在的成就的。没有没有，我看过那个学冬哥老师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个《小时代一》《小时代二》《小时代三》《小时代四》，《小时代一》《小时代二》《小时代三》《小时代四》。哇，太猛了今天！少年的你不是好电影吗？刚才问的是什么？少年的你是个好电影，你说的对。王哥，你没看过我的，有没有看过赵丽颖的？哇哇！赵丽颖再厉害也得背我们家林允，是林允吧？谢允，大姐，输了，我都不用张嘴就输了。啊，再来，预备起。赵丽颖再厉害也得背我们家王一博。这个剧里面的一个剧情的，王一博是谁？我们无感。哦，这我们无感。来，王一博，这没法接。陈学冬，十年前我就把你淘汰了，因为我不要你加入 UNIQ， 我不要你加入 UNIQ。为什么？哎呀，我脑炎子疼啊！我脑炎子疼，还好，我十年前没签你们公司，不然我现在可能是在档次组。不是，我觉得你声乐组也不行吧？我专业学歌剧十几年了，我们可以拼一下。薛东，我想听你的 rap。我要给卢金山打个电话，他这么佛系，为什么老公这么的强迫人呢？我错了。太血腥了，太血腥了！我的妈呀！是这样，那个朋友们，今天虽然场上气氛非常的这个火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凭快乐来说话，看大家能够给我们，校花校草们带来多少的快乐。我们规则还是这样的，两家公司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比拼。其实我们今天给华华子啊安排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位置，就在学姐的旁边，聚光灯照的地方。我们先请杜华总到我们那观战。今天呢，其实月华真正派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做游戏来比拼的助力官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我们下面掌声欢迎王旭。哇哇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旭。好，在这边祝贺王旭8月8号他的新的专辑《歌颂》也跟大家见面了。谢谢大家。还有那个贾斯汀的专辑，对，贾斯汀今天也发表了他的新专辑《18》，非常的好听。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比拼。我们今天同样会在现场用 vivo 手机来及时的收集我们现场200位校花校草的笑脸。那么最终获得我们现场的笑脸值最高的在校生呢，会成为本场两个公司对决的最强在校生，和其他三场公司对决当中的最强在校生一起直接进入到后面的综艺主题页。其他的7位在校生呢，我们将在4场公司对决之后综合大家笑脸值排名前8的在校生进入逆袭选手区，在综艺主题页直接向最强在校生发起挑战。
是的，那么暑期即将结束了，有很多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现在呢却在为学费发愁。为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快乐大本营和芒果 V 基金发起一个我想上学的助学活动，本期将保底赞助1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又考取大学的新生，帮助他们圆自己的大学梦。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场的比拼。接下来是我们第一个的小考验，大家知道在综艺当中一定要有这个想象力，异想天开。游戏规则，游戏分为两轮，每轮两队队员将针对一个固定物体进行想象力发散，两队队员通过抢道具获得表演机会，先表演然后说出自己表演的物品。快乐家族作为评判官，选手表演出的物品如得到快乐家族一位认可，即可获得一个点赞，两轮累积得到更多赞的队伍获胜。第一轮的题目是通过圆球进行想象力发散，两家公司分别派出4位队员参战，究竟谁能拔得头筹？来，预备。我们俩卡住那边。灯泡。看来都已经想好了啊！预备，备，开始。我刚想上去，没耐住呢，就结束了。好，王一博抢到了。不要太帅哦！泡泡糖。融合了舞蹈表演。对呀，很帅很帅。不是，有一说一，有一说一，这里面我有感情分。就是这个创意其实很直接，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想象力，但是表演非常的加分，是不是？尤其是天天兄弟的人，更应该打call。一博，你刚才的表演，我突然给你一个毛巾。融合了有舞蹈。中间主要是那个表演的过程让人享受，对不对？后面有点紧张了，开始。哇！哎。速度太快了，这个。我觉得逸轩跟一博打了一个配合，最后保护曹璐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球。好，来，请表演。我表演的是一个人。大家好，我是 Mark 赵又廷，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婆。我老婆是高圆圆，我老婆是高圆圆。可以可以可以，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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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好棒好棒，这个值得抢，谢谢，有效到，谢谢。我确实犹豫了2秒的，对，但是第3秒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预备，开始，开始，给你抢的，给你抢的，哎呦，哎呦，小美女，我需要我的兄弟团们配合一下我。你的兄弟团，这个球跟你的毛衣太配了。你们就站好，来，预备，开始。保龄球。哎，逸轩，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个想法？想象力，还要准备一个，来帮我一下。来来，爷爷，还我爷爷！鬼吗？爷爷，还我爷爷！哇，这个可以，可以。背，开始，开始。你能抢那么开心？没有人抢，没有人抢。我要配合一下丽颖姐还有杜哥。嘟嘟嘟嘟嘟嘟噗。吐吐吐吐吐。这植物大战僵尸。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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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植物。
好，这一票就给丽颖。来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冰冰跟那个丽颖该出手就出手了，好不好？让我们抢一次吧。对，抢一次好。预备。预备，好，他自己。自己喊。好，他自己。自己喊。快跑，快跑。冰冰冰冰冰冰。一个人的战斗，快。就冰冰了。好，来吧。我们要表演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深度。然后特别安静的一个表演。期待，期待。不会是电影节颁奖吧什么的？金球奖，可以哦。主奖。可以，这个深度是在哪里？深度是在哪里？你终于看出来了，深度是有点年代感的那种。好，跟着来个来。开颅吧，那是不是真的？开颅，真的是开颅，太吓人了吧，这也。来，快乐家族喜不喜欢这一段惊悚的表演？来，准备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哎，赵丽颖，丽颖以为是已经宣布下一轮了，我们还在点赞当中，他就这么说。快乐家族三二一，请举牌。丽颖把我投出来。丽颖，你是不是不是丽颖？你是不是以为你跑上来就得了五个赞？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一轮的竞争特别没有压力？哎，他这都没有在动呢。好，既然好不容易抢到，给我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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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抢一下。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来一个。不是蹲就是跑。好好好，海豹，海豹。哈哈哈哈！鼓掌，鼓掌，鼓掌！来，这个。哈哈哈哈！怎么顶啊？可以。哇！喂鱼，喂鱼啊！他成功以后要喂一条鱼，这个、这里挑一条鱼，你看，对，啊、奖励。好，来准备，三二一，来举牌。这个、好，来掌声给我们这一组的，我们的八位朋友，谢谢。好，我们下面给下一组。这一次呢，我们要给大家想象的物品呢，是一个长柄的雨伞。那么看看大家能不能有一些奇思妙想。好，预备。来不住，好快呀、啊！好，来吧。啊？登山的那个叫什么？登山抓呀？铁锹，铁锹。啊！可以。有。我觉得一博也不用给他带麦，他也不说话，永远都不说话，安静的来，安静的走。形体拔个头筹啊，这保龄球啊，电灯泡，剪头发。下一位开热，下一位开热。小贾来了，飞的。东东有什么话要送给小贾？啊，有什么话要送给小贾？妹妹，东东你来。他就真的去拿，谢谢。哎，一个真的客气一下，另外一个真的去拿。好，来吧，我也需要我兄弟配合一下。好，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自然现象。哦，好。自然现象。对对对，自然是一个动物。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是孔雀开屏吗？对，厉害厉害。对对对，雄孔雀碰到雌孔雀。厉害厉害。但是孔雀它不是这么叫，不是啾啾孔雀，孔雀叫声非常的狠。怎么？啊啊啊好，非常好，这个 idea 我喜欢。好，开始。是个团体，一个奇怪的仪式开始了。九十勾，哇！要不起。哇！啥意思呀？这个就是三人打牌，那是个勾，那是个勾啊！二弟，你是怎么被他们扯入这个局的？有点悲惨。这么说吧，创意满分，表演节奏真的稀乱，节奏不太对。我觉得应该这么：天爱先出个九，然后你出一个十，然后你把伞往那扔。勾。对，你不说出来这勾都不用说出来。好了，我们再试一次，预备开始。九十勾勾。说完又想起不要说，好可爱，太萌萌哒了。来，三二一，给牌。可爱，这就叫真正的一手好牌打稀烂。好了，准备，开始。王一博发声了，怎么了？怎么了？终于说话了，终于说话了，王一博发声了，好感人，说话了。而且一博，你这个你还可以，如果有两把伞，你可以一个打成这样，另外一收成下，啊，这个好，这个好。还有几个没有抢到的，来来准备。没举牌。哦，没举牌。也都举了。对不起，对不起。四班长，四班长。好，开始，好，开始。好，来了。这赤裸裸的抄袭吗？开屏了又要。不会要演孔雀吧？一只开屏的孔雀吗？哦，不是，好来。来了，来了，来了。这真是。哎呦我的妈！太拼了，太降落伞，滑翔伞，对，降落伞，降落伞。想到一个，我想到了一个道具。我帮你控制，我帮你等会儿。我想到一个，预备，开始，预备，开始，开始。哎呦，抢不到我，抢不到，好气啊！四把大，四把大，四把大，哇，坏了，不是，伞坏了！来来来来来来，这边结账，这边结一下账，好不好？来，是怎么？是天天向上来负责结一下账吗？还是怎么样？天天向上，内部核算一下算了。怎么把一个伞弄成这样？怎么做到的？开始了。哦，马桶塞，冲你的马桶。马桶塞，冲马桶的。马桶揣啊。啊？这有点大了吧？没看见。你可以拔完说一句“斯巴达”。巴达。这应该是。哎，你拔完以后“斯巴达”。多大点事儿让斯巴达来？快快快，不然他要提醒我们举牌了。来，准备，三二一，举牌。好，开始。啊，抢到了，恭喜你。来吧。欢迎收看今晚由湖南卫视为您带。
哦，为您带来的 vivo 快乐大本营站稳了，朋友。天线，天线接收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天线修好了以后站稳了，朋友站稳了，朋友是谁？你模仿的得意了，站稳了，朋友。好，有一个黄星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到现在都还没有抢到。来，开始。哦，哎，一个人的，就一个人的战斗啊。来呀来呀，黄明浩，我需要黄明浩配合我一下。然后 ，OK， 啊，怎么又是这个姿势？啊啊！钓鱼。钓鱼，钓鱼，啊啊啊！这个有，这个有 ，OK， 可以。哎，我真的，我开始这把伞，我想说很难想象，但他们真的好有空间哎。好，我们来收尾好不好？开始。王一博又来了，过分活跃，王一博。要从中间卷舌。斯巴达。铁拐，铁拐李，铁拐李。Jack's、不是不是，看的是啥？什么？铁拐李是海盗，就是铁拐李。高跷，高跷。他是一个海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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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船长，海盗。你喊句什么呗？你喊句什么呗？斯巴达，斯巴达，斯巴达。你这个表演，上一次在大本营这样表演的是宋小宝。请举牌。来，好 ，OK， 现在我们两轮已经结束了，我们来进行统计，最后看看是何颂这边得到的赞更多，还是月华这边得到的赞更多呢？哇哦！所以月华的四位综艺在校生可以来抽签，中间有一个。这个签是跟别的不一样的啊，那个人就是我们中签的人。准备三、二、一，走。好，是，哎，逸轩，好，逸轩，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助理官或者是主持人，为你30秒钟的打扣时间。逸轩要找对方。哦。我选冰冰姐。好，冰冰姐。我们不是一个公司的，来，就是夸奖这个男孩儿，要发自内心的夸奖，发自内心，而且要讲满30秒钟，来，30秒钟打call时间开始。叹气，你长得实在是太帅了。我知道，你的眼睛跟我们家张馨予的眼睛一样好看，都是小眼睛单眼皮，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你的笑容和曹璐的笑容一样，就是那么灿烂，也是我喜欢的那一款。哦，聪明。那皮肤白的呀，跟周颖的皮肤白的一样，闪闪发光，也是我爱的那一款。你的身高跟我们家张天爱的身高一样，那么瘦，那么帅，还是好看，你就是好看，你太好了，你又唱又会跳又火又dance，对，是华子最棒的艺人。还有什么？可以了，30秒钟到了，谢谢冰冰。好，我很努力了。逸轩，妥妥的工具人。是不是？但是你也是集那个合颂的四位在校生的优点于一身，好不好？好，请坐，谢谢。好，那么马上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我们的枕头大战。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和拼多多联合打造的我们。拼了！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亲爱的朋友们，来了，拿起你们的热情吧！接下来，拿出你的台本吧。我们要进行的是枕头大战。先是月华的朋友们，麻烦一博下来一下，麻烦逸轩下来，星纯，麻烦王希下来一下。这是我们月华的队伍。没底气的主持人主持都是麻烦谁下来一下。合作的朋友下来一下。为什么这边你就叫麻烦，那边就不麻烦吗？
跟你们刚才不是说不是不要麻烦一下东东那就过来一下不要欺负东东你都欺负东东天新宇过来一下冰冰姐麻烦过来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车轮战的枕头大战我觉得何颂的这个人选非常有优势很刁钻冰冰姐呢她来参与这个游戏就是对我们月华的四个男孩的一个非常大的无形的压力就是又得赢但是又不能赢得要恰到好处好大家可以商量一个车轮战的出战顺序他们我觉得会拿一个女生先打头阵对要不就冰冰姐要不就那个张天我感觉碰上冰冰姐的话根本就没法玩就不要打一直躲她打很费体力的有时候会打掉让她自己失误是不是这意思啊可以可以好我们都是女生上打不上去前面几个可能会稍微客气一下但不可能说你们先上上看着打两轮打不了两轮女生就去救下我可以当男生十一二三加油好首先车轮战第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们请上柱王一博对新宇哇好那个新宇有什么话要对一博说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我知道了知道了应该是错了、哦斯巴达好来吧好两边的朋友都准备好了吗规则是一会儿打的时候不能用手扶的好不好如果没忍住扶的话然后有警告的次数警告次数由我的心情来定海涛、哎、你怎么只敢对着他讲规则呀是吗怎么不敢恐吓王一博呢不会吧一博这边就放轻松就行啊怎么还安慰的呢哎你把那个规则跟一博讲一遍、啊、那个一博是这样啊小心发型不要乱掉哈来车轮战第一回合双方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他会不抽了一下没事没事没事刚才是谁做了一个运动人设对呀、啊、不是说自己运动很强吗好来了现在开始 Round one 目前双方是试探的状态一波加油新宇加油我新宇也是一个平时运动方面非常强的人到人狠话不多他是王一博好但新宇也很优秀啊来下面何颂第二位要上场的是谁哇好来哦出师不利呦好我刚说腿长啊果然不一般但是稳定性又差点来准备好了来双方队员请准备我们现在 catcher round two 好一博再一次用了试探的方式明显这次的攻击方式温柔了许多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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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也懂了哎现在哇巧妙啊巧妙啊巧妙一下子简单的一个稳准狠在最关键的点下来吧还是我扶你啊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一瞬间就确实太快了秒杀秒杀
是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是吗？机会是没了，但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后面的队员分享？就是不要总是想着进攻，要躲。这样你说点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吗？因为结束的太快了，我没有反应过来，对不起。还是要冷静的、积极的去面对，好不好？好，合送的第三位是鼓励吕冰冰，冰冰姐加油！冰冰姐来了，哇！哇！看冰姐腹肌，看看看，看冰姐核心，好厉害！好，来。我很喜欢你跳舞，你好帅，然后你眼睛也小小的，眼睛也小小的，眼睛小小是说我是还是啊？刚才跳过了你，等一下要小心，我们都小心。我也小心，好，来，那准备好了就开始了啊，来三、二、一，走你！哇哇！哇！一会儿把枕头扔了。哎，吹！哎呀，哎呀！哇，这两个人都在秀腹肌吗？哇！有机会，有机会！两人用自己的这个，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有机会，有机会。冰冰姐开启了雨刷系的模式。哇！哎哎，你了！哎哎，你扶着我点。啊！哎怎么办？好，又还给他，还给他。他冰冰姐没拿稳，哎。哇，你们这样要玩一晚上是不是？一波把它换下去，又逼近一步，哎哎哎哎，是啊，哎哎哎哎，组委会，组委会，这样。双方都双双落马，所以就只能派下面的运动员上场，也就是说是陈学冬，他将力挑月华三元大将。我们这一队那个丽颖要去，好，丽颖一挑三。好，逸轩对丽颖，那是确实的，因为这个帽子是按我的头围来的。好，又一个头小怪来了。好，这边丽颖来了。哎，丽颖，冰冰有话跟你说。我要交叉，不交叉那个一下子就掉下去了。对，丽颖在那个开始之前啊，也放了狠话，刚才怎么说的？再跟她说一下。不要转。哎，这个不要晃。好，接下来逸轩有什么想跟丽颖说的？我们月华不打女人，我们月华不打女人。那我们合送专打男人，合送专打男人。来，双方队员请准备，我们现在开始。好，对于逸轩来说，想获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哎呦，哎呦，逸轩，哎呦，一看就没少做，哇，哇！简单的两个抖头，我自己把自己逗开心了，逸轩，哇。逸轩这个玩法真的很拱火，哎，很找抽是不是？我逸
圈，你哎呦，我的天，咱俩好像长在这个柱子上一样，这怎么是起来？看出了合宋的文化，我们合宋专打男人，这表现的是腿部肌肉的力量。好，坚持，还有30秒，坚持。哎呦，组合拳了，组合拳了。哎呀，哇！领的帽子掉了。女生头太小了，精彩！好，辛苦大家。月华这一轮要派的是一博韩庚对东东新宇，请上场。好，双方也在进行排兵布阵。哎呦，又抽了！你是87的呀？可以啊，还是非常稳健啊。接下来把各队的气势还是要调动起来，好不好？快点，要不一会儿我抽筋了。一博，行，速战速决，来吧，双方队员请准备，现在开始。哇，上来攻击力就非常的强。打得好狠呐，直接抽脸，星星说别打我脸，左边已经有点肿了，要求对手换一边。哇都抢完了，抢过来了，好，给他，还给他，对，还给他，来。庚哥现在用的是躺倒看热闹，庚哥已经打算睡觉了，庚哥已经睡了，你还是要控制一下，庚哥人家换战术了，不能两个枕头，不可以，现在双方体力消耗得非常的厉害了。有机会，帽子已经歪了啊！他现在在用头部的调整。哎，不要！完了！经过陈学冬的努力，这是什么战术啊？我们看他脖子会不会抽筋儿。好 ，OK。你是卧底吗？怎么遇到？帮助他一下，不让他掉，然后他就碰到了。确实是在那个东东的帮助下，一博终于取得了胜利。来，2-1，继续比赛。哇，好准呐！精彩了！好，现在陈学冬在积极防守。东东的这个其实非常危险了。你这个很快就要掉，你用后脑勺夹一下。你别把它蹭掉了。
彩精彩，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老年人躺赢。我觉得最精彩的是韩庚，庚哥太棒了，庚哥，庚哥你真厉害，庚哥厉害 ，MVP。那刚才呢，又是月华可以赢得30秒的打 call 时间，我们同样来进行简单的抽签仪式。准备3、2、1。Justin， 祝贺浩浩，浩浩你要选一个人来为你30秒打 call。我选那个陈学冬给我打 call 吧，陈学冬给我打 call 吧，东哥能给我打下 call 吗？我今天录完了吧这期？计时开始。啊。你妈妈很美，你妈妈很美，很年轻，很爱你。不满意是不是？不满意，太不满意了。不满意就还得继续。那你还要我夸你什么？你说来。哦，他说让我夸他帅，我认真看了一下。你夸人家帅一下吗？就是他如果没有去录那个冲浪的节目，还是蛮帅的。现在就卸了妆之后，真的好黑呀。脖子和脸是两个颜色，选错人了。被加油的人都想回去了，感觉是惩罚了一下。认真的，认真的。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每次写 rap 的时候，你的押韵其实都很好。然后你平常是一个抠啊，对啊，就是很努力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抠不是鼓励，对，是打抠。好，可以了，可以了。马上进入到今天最后的环节。现在呢，我们有四位我们的主持人加入到两个阵营，那么娜娜和佳佳加入到何颂的阵营，西西和涛涛加入到月华的阵营。接下来，我们的在校生们为大家带来经典 MV 的复刻表演，而这个舞台当中也有我们助力官的合作加入，请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个比拼，每一个表演过后，比如说何颂的表演，他们复刻了一个 MV 之后，我们会请你们猜一个关于这个 MV 的一个问题，答对了就可以积一分。同样在这个环节当中，哪个公司答对的更多，将会为自己的在校生赢得30秒打 call 的机会。第一个经典的表演来自何颂，请月华的几位认真观看，由丽颖、冰冰和星宇带来的精彩表演，欢迎他们三位。
家说一下看完这个表演觉得最亮眼的点是什么好不好？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表演对于冰冰和丽颖来说我觉得就是很少看到的。你说是说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刚才那个华华子杜华非常认真的还嫌那个摄像机挡了他的位置，绕到边上去看他们的表演。坐在那儿，来自我们合颂传媒的李雪女士，其实大家知道她是冰冰的妹妹，而且是亲妹妹，对不对？对对对。你觉得他们刚才这组表演怎么样？我觉得冰姐和丽颖都太有才华了。哎呦妈呀，真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心雨也特别有才，我没认出来，我刚才在底下看，我说心雨呢，怎么换了一个人上去？我觉得心雨在我这个角度观看他特别像秦昊。爬山爬山爬山。我还有机会吗？我还有机会吗？何老师，是不是我们合颂的演员的塑造能力都非常强？哦，那绝对的，那绝对的。丽颖好像就是为这个表演度身定做的，长在这个表演里。你好轻松，你感觉？他真的很轻松，感觉没出气儿就演完了。没出气儿。冰冰真的是，我听说，他是第一次的唱跳表演。我没有想到，我人生的第一次唱跳是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我以为得去乘风破浪，乘风破浪。乘风破浪，到时候杜华就会问你。冰冰啊，我刚刚看到你很激昂，激昂。那么下面就要请乐华的朋友们做好准备了。请问，以下哪个活动出现在了《说爱你》的原版 MV 当中 ？A. 踢足球。B.玩玩具车 ，C， 打篮球。应该有打篮球，踢足球和打篮球。一博，一博，一博，一博。有印象吗？这个原版 MV？ 我。你是一对的，你是一对的。先玩的玩具车，先玩的玩具车。玩具车肯定不是，对，玩具车肯定没有，玩具车肯定没有。孙哥，你觉得呢？我怎么像踢足球 ？No No No， 你要相信我，打篮球一定是打篮球。你们谁比较确定？篮球，篮球。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他们最后决定答案是打篮球。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我想的结局啊啊！一开始的时候有玩玩具车，真的就在何老师在公布答案的一瞬间，我就看远处的杜华姐就一直在比，但已经来不及了。我欣姐也是。我一开始就说应该是玩具车，但我又不想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就没有说。我把你派到那队干嘛去的呀？不怂呀，但我就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开车的。下次有了，下次。哎呀，好 不是我可能一题只能答对一题，你知道吗？好，那么祝贺何颂完成了精彩的表演。那么很遗憾，月华在这一题没有能够拿分。下面是月华带来精彩的表演，我们掌声有请。韩庚、王晰、金子涵，
你裤子怎么裂了？就直接裂碎了都快。哎，刚才我一摸怎么凉飕飕的呢？你应该夹个包，你知道吗？这个表演最不容易的几个地方啊，一个韩庚呢是昨天拍戏拍到大夜，然后今天早上那个从横店飞过来，然后落地就开始学这个表演，然后还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信。用冰冰姐的话说，她跳出了 CEO 的感觉。你公司年会，然后那个老板和大家同乐，同乐，欢聚一堂，欢聚一堂。跳完了之后，下面一个动作就是发红包，发红包，年终奖走一波。王希在8月8号发表了他的个人的新的专辑，叫做《歌颂》，然后来到大本营做了两件他不擅长的事情，一个是跳舞，然后一个是说唱。我觉得希哥的 rap 有点 Razor 的感觉。你觉得你的 rap 的部分表现比较精彩，还是舞蹈的部分表现比较精彩？我喜欢你的舞蹈。我觉得也是舞蹈。对，道是精髓。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花衬衣也给王希带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质感，那种气质。有。然后再就是我们子涵了。子涵，你会不会唱有一首歌叫忘不了我爱的人？你听过这首歌吗？你没有听过对不对？我以为你今天 cos 的是裘海正。好像裘海正。有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应该是他应该戴这个假发来玩那个枕头大战，帽子肯定不会掉。大头儿子。下面就是合颂的朋友们要来答的题目了，请大家回答出韦伯《快乐崇拜》的 MV 里面第一个舞蹈动作是什么样的。这道题目是这样的，他们会做三个手势，请看。韩庚来，第一个，第一个手势啊，好，亮起一根手指啊，请看第二个手势，对，是这个，好，下面请看第三个手势，有，第一个动作不是他，他一般自己。就说唱都会先出自己的手势，然后再开始。那笑什么呢？那就听娜姐的，娜姐愿意扛事儿。对，就这个，就这个，一个手指。OK， 听娜姐的。确定啊，这个啊，一个手指啊。好，各位来，请看答案。我是地球的人，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我是地球的人。 1, 2, 3, 4 1, 2, 3。 好，回答正确。好，接下来又轮到合颂的表演时间，我们有请东东、小野、天爱和曹璐带来精彩的表演。
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好甜啊，这是一个非常甜的表演啊，又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的表演。浩浩怎么了？何老师啊，对东哥说一句话啊。你刚刚说我黑，你看看你穿粉色衣服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记仇了是不是？天哪，黄明昊这样好像杨丞琳啊。与爱的秘密要一头发一遮，现在只露脸，我的天哪！能不能关注一下刚才台上最后表演的这四位？一开始我还有一点就是不太懂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线，就是因为开始天爱穿这个白 T 恤在那边拿了一个鸽子嘛，我说这也太素了吧。然后突然就跟曹璐两个人冲到他们旁边开始一起唱情歌，我说这是两条感情线吗？是不是？后来当一换装，我说哇，好看好看好看。好，月华的朋友准备好答题了吗？准备好了。好，请看题目。请问以下哪个姿势没有出现在今天你要嫁给我的原版的 MV 当中？第一个是合作比心，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有。第二个，女生依偎在男生的怀里。第三个，男生背女生。请回答。我感觉是 B， 因为我幻想了一下，我觉得蔡依林依偎在那个陶喆老师怀里，依偎在那个陶喆老师怀里，有点就是违和感，我感觉有点重。我觉得黄明昊有可能是对的。嗯，对吧？杨丞琳跟蔡依林还挺熟。我觉得是 A， 合作比心是吗？对，那几年好像不太流行这种比心。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像那个年代有吧？有了，对，有吗？这个动作是后来出现的，这个动作是早就有的。我稍微提示一下啊，我们现在就是年纪偏大一点的选 A， 剩下年轻的是 B 和 C。庚哥定吧，要不然庚哥定。好，来 CEO 您决定。哎呀，跟哥，杜妈刚刚说说什么 ？A 是吗？行 ，CEO 说了 A，CEO 说是 A， 对不对？对，确定了啊？确定，确定。我们请看正确答案。听我说，手牵手。B 对了，只有 B 是对的，因为是男生依偎在女生怀里，不是女生依偎在男生怀里。但你们没有答对，对，很遗憾，月华又不能够拿这一分，啊，没关系。杨丞琳是说对的。Yes。与爱的秘密。现在我们合送没有压力了，你们已经是1-0，对不对？但如果下一题继续答对，2-0就更漂亮，好不好？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玉华的王一博、周艺轩、黄明昊、黄星纯带来精彩的表演。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喜欢的时候啊快点见面，不喜欢的时候就改天再见。快要到了千年还有什么出现，只要能在目前开个 party 的12点拍照片去怀念。昨天我多么今天希望能更多，杨丞琳。昨天我多么今天希望能更多，昨天我爱过今天能爱得更快。
快活，不管有什么能够继续就不错，你和我哦哦哦耶哦耶，过一天变一点，爱情永不变，一千天一千年，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这个动作绝对有鬼，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我走我想走的路线。Let me hear you say, gotta be my partner. Let me hear you say, gotta be my partner. Gotta be my lover. Gotta be my sister. Gotta be my mother.来，掌声给他们四位。酷盖，酷盖，好好看呐、啊，这个表演，而且、真的很好看哎、欸，是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花手是谁的主意？啊，星辰的主意是不是？最近把我们带跑了，这是东北的精神小伙必备技能。但有一说一，我觉得逸轩好像是不太会花手的。对，你做一下你的花手。你看。只有半圈，他只有半花。你们来个全花，谁来个全花？星辰来一个，星辰来个全花，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在你们全花的背后，有王一博礼貌性的鼓掌。一博哥其实很抗拒这个花手这件事情，但他刚才做得很开心，对，身体是诚实的，真香、啊。下面合送的朋友们，请看题。在《Happy 2000》原版 V 当中，黎明没有佩戴过哪个颜色的帽子 ？A. 白色 ，B. 黑色。C 红色 ，D 橙色。哇，这题有点难呢。这个是挺难的，这个要去掉一个答案，去掉一个白色，白色、黑色、红色和橙色。橙色。我觉得是黑色，因为黑色太丧了。两千年。黑的有。黑的有吗，嘉哥？我买过这个专辑，这个造型就完全一模一样。天哪，嘉哥。红橙里面选一个橙色吧，橙色。现在更多的答案是橙色，对不对？好，橙色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儿呢？请看解答。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对，白色是有的。这个是混淆，非常难猜，因为有橙色的衣服，但是没有橙色的帽子。祝贺这一轮合送两题都答对了，掌声给他们。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请合送的四位在校生通过抽签，可以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得到30秒的打 call 时间，好不好？来，一人拿一个。好，祝贺曹璐。我可以把这送给他们吗？当然，你自己决定。那我送给周野吧，小野最小，好吧。小野、啊，谢谢陆哥。那你帮我选个人吧。我要选杜华吧。我真想给你出个主意，一定要去选杜华。韩庚哥都说了，那我们就选普通话最标准的杜华老师吧。来，华华子再度登台，音乐响起，欢迎各位来到花花的世界。怎么也飞不出 ，Come on， 花花
的世界。是的，原来我是一只好酒醉的蝴蝶。你打扣就打扣，别露袖子，特别像打人。这个曹露一让我帮他打 call 的话，一看就是想上个热搜嘛，热搜嘛，对吧？热搜，送你一个热搜，霸气。杜华为周爷30秒打 call 时间开始。爷妹妹，我觉得，颜值很好，很高，长得漂亮，舞也跳得不错，戏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你更适合月华，更适合月华。我们能唱能跳能演，还颜值高，欢迎加入花花的世界。有一说一，当众拉人是一种夸奖的另外一种方式，对对对，很巧妙的方式。杜华挖周也跳槽，月华是坚决不挖不挖别人公司的艺人，除非像海涛的女朋友沈梦辰是非得要加入月华的。是沈梦辰刚刚非得发个微博啊，他要全国人民都知道。可是杜华姐，我看了评论，网友们都是劝退的，说千万别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周爷，你还是跟学姐吧，我觉得学姐更适合你，因为无所谓了，因为我跟她是中国好邻居，你愿意来的话随时来串门。谢谢杜华姐，你再一次谢谢杜华，谢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彩蛋，会有一个小朋友用特别的方式来为我们小野来打 call， 我们有请小朋友。啊，好可爱。我们两个可以互动一下阿拉伯语吗？哦，你会阿拉伯语？我是中阿混血宝。中阿混血宝宝。阿斯拉姆雷孔。瓦雷孔萨拉姆。啊，麦斯麦。阿拉妹马哈马德阿哈马德阿卜杜拉希姆。我刚刚问他名字是什么，结果他名字非常非常。对，我们要说维加敦丸，他的名字敦，我们要说满满那一长串。大家好，我是来自呱呱龙语文的小学员风妹儿。荷叶落，裙衣色彩，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如池中看不见，乱歌试卷有人来。这首诗写的是江南少女采莲的景象，我觉得我旁边这位姐姐非常的漂亮，请大家为这位姐姐投票。好的，你这些古诗词的儿歌是跟谁学的呢？是我在呱呱龙语文 APP 学的，我现在还知道了50多首古诗呢。哦，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语文是基础学科，而且这个新版的语文教材古诗考试它占比提升了80%，学龄前学好语文就可以全面的提升孩子的语言逻辑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他的表达能力，让小朋友以学儿歌的方式来记古诗词，我觉得特别好，而不是单纯的让孩子死记硬背，这样又很有趣，也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的兴趣。好多小朋友听2-3遍儿歌他就会了，而且同时还可以随堂测验，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在用呢。小朋友这个赶紧下载这个呱呱龙 APP， 快乐的学语文吧。现在下载呱呱龙语文 APP， 49元10节课，可以帮学龄前小朋友认字和学古诗，还送超值教辅大礼包，赶快行动起来吧。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第一名的在校生。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此刻我们就为大家公布上半场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在校生。下面我们有请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严珊珊老师为我们送上结果。首先排名第四的在校生来自何颂，祝贺张馨予拿到7535个校本值。好多哦。排名第三的祝贺来自乐华的金子涵，拿到7935个校点值。接下来第二名的在校生，祝贺周野8352个校点值。第一名的在校生，来自乐华黄明浩，黄明浩。他拿到28667个校点值，非常高的支持队伍，祝贺浩浩。好，那这只是我们上半场的这个校点值，我们会综合下半场的表现，才能决出我们两个公司的这个最强在校生。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朋友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本期快乐大本营和芒果 V 基金保底资助1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考取大学的新生，每人一次性的资助5000元，帮助他们解决前往学校的路费以及第一年的学费、前期生活费等开支。同时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帮助更多像李卫环一样的孩子。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他们的求学之路。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走访看望其他贫困学子，可以下载快乐大本营 APP 报名参加。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站稳了朋友，公司对决第四期终极对决。老板的缺点，输了输了，我们老板没有缺点，慢慢来，你们可以商量的来。经常熬夜，哎，哎呦，表白你要如何拒绝？开始，走开，走开，你走开，哇，你走开，勇敢一点，哎呀。哎呀，找到你觉得是正确答案，扔到墙上面。白子画是否为小谷承受了81根销魂钉？开始。嗯，否否否，一起扔，一起扔。哇，不要扔到地上。对了，三二一，起动。之前天圈，你看看小猴跟空气哥。哎呀，好 man 啊，妹妹。我就心姐都不敢下这么大的手，爸，真的就移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有机会来。乌拉圈尽早的赛，冲冲快走，没事没事，就按你节奏。匆匆的走入森林中，哟，他甚至可以边喝水边转。哎呦，我要再跑马拉松啊！太用力了，太用力了，一点美感都没有啊！精神小伙，一博，你看你觉得他怎么样？浪费了太多不应该用的力气了。合作版的蹲下起立，这么容易，非常之轻松。来看看婚前和婚后啊！好，你起来呀！要给我一点，要给我，不行不行，笑了。四个人环抱型的手拉手，带点我，哇，纯腕力啊！三
二一走。这太难了。对对，你们都不要慌。加州肉啊，站稳了，朋友。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朋友。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上微博参与快乐大本营话题互动，为你喜欢的综艺在笑声赢得独家的彩蛋时间吧。那以上就是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今晚的全部内容。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好的，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大家多多支持他们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丽颖的中餐厅，东东，还有浩浩，还有嘉哥，还有星星的元气满满的哥哥，还有我们一博的这就是接我。另外还有我们王希的新专辑歌颂，还有黄明昊的新专辑十八。